SNE Tucker 又是一开始就取得了分数 ，Eagle 又来了，哇、哦，找到了杰伦耀，对，其实就，哇，好球啊！画面底线的出手 ，three， 哇，这个战术附近的抛投，篮板球被抢下来，不过这边。杨敬明超到之后，挑篮，英文名字的时候就填了一个 amigo， 但这边，结果身体接触之后自己把球拿回来，这样的切入，大转身，上篮得分，少了前面快攻的机会，一个地板球给了钱肯尼，接近了 ，Anthony Tucker 一个假动作晃过来，看到这一球好喽，哇，球给了 Anthony Tucker 在三分线上，又是王柏芝，喂。变成了一个空档出来，还是助攻吗？好，这边杨敬明 wide open， 还了一颗回来。